大家好，我是阿燕，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这个，噔噔，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这边有名字，叫做守护世界大门之者组装模型。OK， 所以这是1:1的哦。这个是由 Good Smile Company， 就是好微笑社发行的一个组装模型，组装的机娘，而且它是1:1的。1:1的，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是可能算是武装神机的后辈吧。那这个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以后，其实就觉得蛮有兴趣。他之前好像有那个 WF 先行贩售版本嘛，所以其实网络上应该已经有看到一些开箱。那现在我们拿到的应该就是这次的一般贩售的版本，而且看起来好像他本来就是用这个塑胶袋包装着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开箱，我们就先把塑料袋打开给大家看了。看起来应该是完全没有人开过的，没有错。那旁边也是胶带吗？没有错，也是胶带。我们小心的开，谨慎的开，因为有时候盒子就是一切，不能毁损它。小心的把胶带给收好。好，我们把它拿出来了，噔噔，这个好微笑社，也有人称之为好奸笑社，就是简单讲就是一个，哎，这边为什么粘住了？这边为什么粘在粘住了？哦，它的那个盒子有异胶，把塑胶袋粘住了。好，那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封位，封面。这种感觉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组装模型呢，有一种奇幻感，有一种 fantasy 的感觉。然后再看一下侧面，这应该就是组装起来的样子吧，相当的独特。那个盒侧好像也，这另一边一样吗？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看一下，好像一样哈。那这边这个最独特的就是它可以。全部的装甲收进这个盒子里，算是一个很独特的设计啊。好 ，Made in China，OK，、okay, 我们就开盒来看一下啦。它这边有特别写说，需要用到一些工具等等。它这是塑胶模型，塑胶模型开盒，哇！我们其实有点开反，我们把它转过来。这个网络上应该有看到一些照片，它的第一片就是上面有一个脸。哦，也看到我自己。我们稍微近距离的看一下。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所有的说明书啊资料在里面。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其他零件。那我是很久没有组，还是我其实，其实我好像没组过好微笑的组装模型嘛，之前都是买粘土人啊、Figma 等等。它在地台上还有特别印刷，那这应该就是那个壳的一部分嘛。哇，真的是组装模型，我还以为它是像那个有一部分完成之类的，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它的手就像这有点软半软质的手，哦。那脸呢？脸也是印刷脸，这个脸也蛮像那个，这零件看起来就很像 Figma， 真的蛮像的。还有它的前发，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零件。其实它的零件的细节蛮细致的。哦，哇，这该尖的都。很尖呢、欸，这个非常尖。我们往里面搜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值得我们开盒影片介绍的部分。它这个皮肤色是有点，就是那种粉红色的，有点泛粉红的一种感觉啦，就是蛮亮的一个颜色。然后里面都蛮细小的零件，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收纳的框体也都是组装模型哎，哇！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如果要开，我们就要来开
刚那个说明书的部分呢？看来只能打开来才能知道这到底是卖什么膏药。哇！哎，这真的要打开吗？它完全是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看过以后，就是打开它的封套了。我这个是说明书吗？而且你看这我们的倒影，哇塞！没有，你这样你还是你的倒影还在里面。好了，那我们就打开咯。同样的，我们也是要小心的把它打开。你可以不用那么小心的。说的也是啦齁，只要有，只要把它打开就好，那就拆开啦。这看起来蛮有质感，是真的蛮有质感，连这说明书这样包我都觉得好厉害。我对之前好心教出的什么铁金刚的阴影，这完全是不同的水准的东西啊。好，把它打开，哇！它这个脸可以直接拿起来吗？也可以耶，所以那个塑胶封膜就是只要拿开这个脸就可以拿起来。哇，好酷哦！先把这脸放旁边。我要选开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哦，哇，其实这个脸又是塑胶袋，这个脸蛮有质感的。它这个是刮贴还是水贴？刮贴，真的哎，也就是说。宿主起来，然后可能汤口做一些简单处理，就可以达到一种质感吧。它这个也是封起来的，帮我拿剪刀。好吧，这个都买了，就是要打开来看一下。这好厉害，其实以前没有看过这种设计。蛮酷的设计，这是卖设计的啦，真的，哇，全黑的说明书，哦，这是什么念念啊，婷婷？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念这个机体的名称。哇，全彩说明书，全彩说明书，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有可能要用到接着剂，所以我们怕不够紧，有些地方是要粘的，就对。哦，这是刮贴没有错。你有什么特别想看？黑白。刚刚那个反光照到我们的地方，记得剪掉。那来不及。可以了。我已经放到影片里。你少在那边嘴。因为我们要演示我们看说明书不知道在看什么的窘境。哦哦哦哦什么？哦，不知道在哦什么。直接看到盒子后面怎么收，我好奇这个盒子。你说盒子后面怎么收是一个重点，没有错。这盒子本身也是支架嘛。对，它这个是可以改变成支架。这个是我参加比赛，把它收在盒子里面直接带。还蛮酷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收纳进去啊。它厉害的是刚好可以全部放进去吧。但是盒子本身又没有很大，我觉得没有很大这件事情蛮让人佩服。它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缩成，你如果说你如果说这个地台做的很大，全部塞进去有什么了不起？它只是刚好小小的，蛮厉害的，还不错了。好，这个可能也是要煮起来才能知道它实际上细致度那种感觉。没错，阿燕明天就煮完了啦。没有，我现在这种说，我们就有很多影片都有这句话。我就是要。让大家让你要逼你做事的。阿燕的明天何其多这个放不回去了吗？它会掉会掉出来好，以上就是这次的。里面还没看呢、啊、看了吗？看了，还是你要再看一下什么，有没有什么重点可以看看一下。哦，这上面居然已经贴好了。这个是那个印刷的、哦、念一下啊。Chitosilium， 没有人叫你念日文，叫你念英文。我不知道怎么念，就是你刚刚念的。真的吗？对啊。只是，哦，这个也看过了。
哎，我拿这袋就好了。喂，我说的了，我说的。这不过它蛮小的，你这样拍不到。我自己要看的、啊。好了，你拿去看。我看我的，给你收起来。其实这就很像武装神器、啊。这种零件还蛮酷的、啊，就是这种网状的、啊。这种你看，这种这么。其实也我觉得还好哎，坦白讲，没有说非常惊艳的感觉，因为这细致度其实现在万代没有这种，不是，我是说现在大家的细致度都差不多这样啊。买一盒来杀肉，我们也去买。你要买一盒来杀肉，那我卖你好了。不行，这样我没有爱，怎么可以展示出我的没有爱呢？对不对？对，对。好，先收起来，我们有空再来处理。好，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如果喜欢阿彦的模型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按个喜欢、按个订阅。我们下一回见啦，拜拜。你喉咙，你是没问题吧？我只是影片拍摄症候群，最好是真的啦。你看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在咳啊，对不对？拍摄影片你喉咙就不舒服。我们是不是那个以后拍？我跟你讲，这真的有一种有些玄学的。不是，我有时候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有时候就问家里的说，你今天是想找我唱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喉咙不太对，不太舒服。所以是你喉咙在紧张，对不对？我就是跟鲶鱼很像的，就是一种地震来临的概念。那我觉得我们以后拍片前，我们就要发一个喉糖给你，你就一直吞那个喉糖，你就不会咳嗽，对不对？我觉得。拍片这个可能有点心理作用，可是唱歌这事真的太预测了吧？你就预测未来的动向，喉咙觉得要唱歌了，这真不夸张。其实我跟我老婆很少去唱歌，有时候、很少说，不然我们今天唱歌好了。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喉咙真的不太，有点卡好了，那时候你今天该不会是想找我去唱歌？那、你就是感应到了，你怎么知道？老公，我们想的都一样。我说不是，我喉咙有你的喉咙告诉我了。太酷了，太酷了！你的喉咙已经告诉你，老公你是鲶鱼吗？靠！预测唱歌有什么用啊？原来我工作是住了一个鲶鱼。不是啊，预测唱歌有什么？预测有人要找你唱歌有什么用？重点是你还要带着比较不好的状况去唱歌。好，喉咙又不舒服了。完了，该不会有人要找我唱歌了？应该不会啦，其实我发现出社会以后这种话就少了。